Hello， 露露又来了。我今天吃个狮子做的蛋糕，然后这是小狮子。我为什么要吃狮子做蛋糕呢？因为王一博是狮子做的，然后我今天就订了一个。做的好像一点都不像。这没有夹心。看我这个能不能一口把它吃掉。这个有点爱心了。